道成肉身的耶稣，耶稣就是基督，基督是受膏的那一位之一。早在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，先知以赛亚就已经预言，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而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之一。由于耶稣的诞生是由圣灵降临在童贞女玛利亚身上而怀胎，所以耶稣既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。他的降生应验了旧约圣经中许多的预言。公元是以耶稣降生那年为始计算的，公元本身是历史上记载耶稣降生的划时代标识。基督耶稣降生应该是圣诞节最大的喜讯，而这信息是关乎万民的。唯有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救主，他是神子，为把人类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才降生成人子。这就是
道成肉身的耶稣。升天的基督，当我们庆祝圣婴之降生，更重要的是相信他是复活之主，他也把复活的生命赏赐给属他的儿女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，若没有主耶稣的降生，也就没有舍命赎罪这回事了。救恩的中心是主在十字架上的流血救赎，而十字架的中心是神的爱。只有借着神的羔羊无罪的耶稣，才能除去世人罪孽，成全神的救恩。因此在纪念圣诞的同时，切勿忘记他降世的目的。心中的沙光将
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何必再来，就在瞬间，荣耀是指尽突变，十字架下祈求爱怜，救我无惧恩座前。爸爸请看守我将他的肯定和高度扔出去之外，从头到身他们不分时中，万物磐石为我看。看哪、啊、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伽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可得权柄，能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纪念必定再来的君王。主耶稣再来是一个肯定的事实，这个真理是新约圣经的一个重要主题。主耶稣亲自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同时，基督再来还要审判罪人，他现在还没有回来，这并非单言，乃是宽容，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特别的圣诞节，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，而这世界并非乐园。当你观察着人世时，你会发现它是充满着罪恶、黑暗和痛苦的人间。这都是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所致。但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人因他得救。耶稣就是恩典和真理，耶稣就是智慧和能力。他降世的那夜晚是神圣、至善、安详、喜乐的夜晚，它蕴含着温暖和光明，为那些沉溺在黑暗不幸中的人们带来了安适、慰藉及力量，也带来了永恒的祝福。愿上帝今年赐给你一个特别的圣诞节。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
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，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突然在他们前头行，只行到小孩子的地方，就在上头停住。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，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服服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没药为礼物献给他。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地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，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，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，滴在旷野的草场上，小山以欢乐束腰，草场以羊群为衣，谷中也长满了五谷，这一切都欢呼歌唱。